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的博士论坛，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来自五明佛学院的尊贵的索达杰堪布仁波切。仁波切今晚将会给我们开演佛法的生命观。在这之前，请允许我把尊贵的仁波切介绍给大家。仁波切年轻时候就读于师范学院，之后舍俗出家，追随他的根本上师净旅彭措法王，实修佛法。仁波切深入经藏，通达甚深和广大的佛法的法义。由于其悲心的推动，仁波切弘法利身的事业遍及海内外，这不仅可以从他本身的著作中获得印证，也可以从他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种种社会慈善和爱心活动中得到明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请到这样一位具足内证功德和广大慈悲心的仁波切来给我们开演佛法的生命观，既是我们南大人的胸襟，也是南大人的殊荣。我们南大向有求真务实的传统，为己知学的理念，所以我们相信所有的学问它的究竟意义在于获得智慧和生命境界的提升。南大有知行楼，南大人更有知行合一的传统和追求，所以今天让我们以求实的精神和敞开的心胸来聆听佛法的甘露，用自己的身心来真实的体验书本的知识是如何转为鲜活的生命体验，并从中产生智慧的。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仁波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跟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博士论坛的师生一起共同交流。我本人而言，十多年前，早在1994年，这个时候来过南京，当时还记得，我去专门看过南京长江大桥，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在课本当中，有，这座桥印象很深，之后一直没有来过南京，当然这次。来了之后有新的感觉，从整个物质文明外在的建筑上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南京人的内心，你的道德善良宽容等等这方面有没有提升，我还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今天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的要求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佛教的生命科学观。当然佛教的生命科学观可以说是按照佛陀的智慧来衡量或者是抉择的时候呢，不管是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众生都有无量无边的牵涉，也有乃至获得的佛果，或者说这个灭尽轮回之前一直游转在这个轮回当中，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教的生命科学。要懂得这样的生命科学，我觉得
需要许许多多的论证、思考，还要进行研究，才会明白其中的深深道理。所以我想呢，在座的各位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说有开阔的眼界，应该说有深入细致的这种分析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共同呢就是这个观察或者说分析我们人到底有没有前世后世。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前世后世，那么我们对后世有没有必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没有前世后世，当然我们过一天算一天，也就是说这一辈子了了就仅此而已。但实际上我们通过很长时间的详细研究，确确实实人啊存在着这个前世，也存在着这个后世，只不过我们时间当中的许多人不知道而已。因此呢我们不懂这样的真理呢非常的这个可惜。当然没有学问的人，没有知识的人，他不懂得是情有可原，可是自认为自己是应该有一定的智慧，有一定的这种崇高的人格，在这样的人群当中你念后世的不承许的话呢，我觉得是这是一种人类的悲哀啊，这是一种人类的悲哀。因此呢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大家就一起这个分析。我知道在座的各位的时间就是非常宝贵啊，我们应该用一分一秒，也就是说用在求智慧方面，这也是也有价值的。那么我想首先我们对个人的前后世存在与否呢应该值得探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哲学啊，或者说古罗马的文化也好，我们这个古希腊的文化当中的话呢这个都承认前世后世是存在啊。比如说柏拉图在他的一些论文当中讲到人这个前世并后世也有存在，而后世的存在呢与自己的善和恶有一定的关系啊，有一定的关系。而中国的有些古代的文化，也就是说从儒教思想当中看呢有人问孔子到底人死了以后是怎样的，他回答说呢就是说不知生也，焉知死啊，就连死的来不及思考的话呢何必就是希求死的关系。所以在从这个文字上看呢，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本身也是儒教都是对出世入世，也就是说眼前的事件呢就进行这个分析而已。而从其他的宗教，从道教里面说是这个希求长生不老，也有对这个来世的分析啊。基督教和天主教，那么从他们的这个伦理来看的时候呢，人死了之后必定是有后世，并且呢造善业去入天堂，造恶业这个堕入地狱啊，就是堕入地狱。所以我们应该从一些古文化或者说其他宗教呢也承许人们有后世的存在。所以我们有些人认为只要
存在或者承许人的后世存在，这是一种佛教的观点，我并不是这样认为。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尤其是我们的基督教、天主教啊、道教等等，那么它所涉及的面是非常广大的，而信仰这些宗教的人呢，都承认前世后世是存在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很多同学很多老师呢不知你们以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去思考没有如果没有思考的话呢，应该要翻阅一些古文化的这个有价值的典籍就别的宗教别的这个次序当中是如何分析的如何分析的。那么我想第二个呢就是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何时存在呢，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信仰有关系的信仰有关系的。从历史看，或者是从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文学来看的时候呢，应该说实践当中的许许多多的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有一定的这种这个推动就是作用的人呢，都是信仰宗教的信仰宗教的。比如说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叫做是这个盖洛普科学家曾经世界上的300年以来的300个科学家就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观察的时候，其中呢就是有240个人就是242个人呢全部是信仰这个信仰这个宗教的信仰宗教的，其中有20个人呢就是不信仰的，38位呢不知道是有没有这个信仰的。可以说92%的这个科学家呢都是有这个信仰的有这个信仰的。而且有一些这个统计当中也说过实际上的对人类社会有巨大贡献的这些科学家呢93.7%全部都是信仰宗教的。现在我们有些新一代的这个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家是完全是不承认任何宗教，那我觉得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不管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比如说这个爱因斯坦也好，牛顿也好，伽利略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爱迪生也好，从他们的传记当中看确实是他们很多都是信仰这个宗教的。当然在那个时候呢，西方国家还没有就是佛教呢传入到这个西方国家，在那个时候呢主要是这个以基督教就基督教为主的。但这些科学家呢有信仰的时候呢，他必定会是承认这个他的后世存在这个是个关键的问题。如果他不信仰这个宗教呢，我们实践当中就经常认为是所谓的人的一生呢只不过是眼前的这种迷乱现象而已，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以这样的一种世间观，以这样的一种人生观来看待一切的时候呢，那么人就是没有约束没有约束。中阿含经那当中佛教的中阿含经里面就是说这个不为后事我不做就是不为后事，不害怕后事的时候呢，人们就是我不做的这个社会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约束。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人们就是有如实的这个道德准则呢？他们都有一个宗教。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很多人这个包括这个总统就是当上总统的那一天呢，就是先就是4年前开始这个发誓宣誓宣誓。
那么这样的这种约束呢，也许不信仰宗教的一个人或者不信仰宗教的一个团体认为是这是一种迷信的，这是一种这个多余的事，但实际上确实不是。我们人确实需要这样的一种这个道德这个准则啊，道德准则。那么有些人会不会认为这样的这种信仰呢，对我们的社会的这个进步或者是人类的这种发展呢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有影响？其实是没有的，因为这些科学家呢，他就完全是就一种这个研究的这种这个态度，但是呢他同样也会信这样的这个宗教。我记得以前在那个爱迪生的那个就是专辑里面呢，他是这样这个说过，在他的这个实验室当中呢，有一个设备啊，就这个设备上呢，就是有一个碑，就是碑上面就是刻的什么呢？就是说是我身心有一个全知全能充满这个万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至高至尊的神是存在的啊，至高至尊的神是存在的。我们都知道爱迪生呢，就是包括这个电灯泡，就是实际上已经发明了就是2000多项，但是对他的这个法门呢，就是他信神，他的这个信仰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阻碍啊，就没有阻碍。因此这个宗教也好，佛教也好啊，就是这种信仰呢，就是不会成为你的这个工作的一种这个阻碍啊，就阻碍。现在我们有些人，包括有些这个自己就是对这个整个这个科学或者说佛教呢，就是一无所知的人呢，包括在这个单位当中，或者说是在学校里面，有些人研究佛经看一些这个相当对这个经典有关的一些书籍的时候呢，旁边的会指指点点，就是说是你太密了啊，或者说是你的什么这个老子系了什么，你们系老什么，你们南京人有这种说法，说系老了什么。那么其实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科学家啊，他的老子的是系的可能被深就是系的差不多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然这个来源呢我觉得是主要是很多人这个信仰就是无神论是确实有关系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达尔文呢也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进化论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人们这个受到了这个人们的这种这个欢迎。但是有些历史上呢就是说到了他73岁的时候呢，他自己觉得是自己一辈子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因为他当时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疾病也好，他的孩子的这种痴呆，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呢，他觉得这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智力专注，所谓的一切都是漫无目的而这个造成的。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他的这个进化论呢就是人就猴子呢就是突然莫名其妙的变成这个人了，一种东西呢就是莫名其妙的无缘无故的变成什么东西，就是他刚开始的这个学说是这样的。但后来的有关历史当中呢，就是他在这个神面前也是做过忏悔做忏悔的时候呢，就是他也说过就我以前就是认为是一切都是漫无目的的，就是变成就是一种这个现象，有一种这个无话可说的一种力量，但实际上呢就是并不是如实的。所以说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对此就是深感忏悔就是忏悔，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包括当时这个伽利略他呢也是他每一次不管是太阳的这个黑子也好，任何一个天文学和地理学的一些学说当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就从内心深处特别的感谢，就是神就感谢神了。他认为呢，他自己所有的这些非常这个成功的这种发明
非常成功的这些法门呢，都是对这个伟大的圣呢，就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这种密切关系啊。他是这样就认为的。所以我想呢，像这么多的这些这个科学家也好啊，还有他们的这种对人类有贡献的人呢，其实他们的道路啊，就是不管神也好佛也好，对他们都没有这个阻碍的话呢，就我们不应该就是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一些深深的利益，那就是进行就是有或者迷信啊，就是或者以盲目的去这个判断啊。其实人类到了一定的时候，没有道德的约束啊，没有道德的约束呢，的确是非常可怕的啊，就非常可怕的。至少也是人的行为呢，应该是有一种这个准则，有一种呢就是来这个对峙啊，这样呢对你的整个精神的快乐呢有这个帮助，对来自生生世世的这个解脱呢，当然是有着更重要的这个意义啊，更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些事情呢，我想很多的这个西方宗教者呢，对整个科学人士呢，就是对宗教都是有特别大的这种信心或者是信仰。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佛教来讲呢，也是同样的啊，就应该说是也是同样的。这一点呢，也是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西方这个科学家啊，就包括东方的一些对这个佛教对这个社会很有贡献的这些科学家呢，也是正在这个研究啊，就正在研究。所以我像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呢，有时候应该自己就是观察观察，就是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学说呢，就是值得我们需要就是去进行就是探讨的。如果你真的是要知道是一些新的奥秘，要知道是一些这个宇宙真理的奥秘的话呢，可能需要这个宗教，尤其是这个佛教的智慧的接触，才能呢就是解开你的这种困扰。或者的话呢，依靠是凭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分别念来这个研究多少年恐怕是不一定得到真实的这个结果不一定得到真实的结果。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学校里面也应用了那个这个原中国这个科技这个科技大学的这个校长朱清时院士的一段话就一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当那个科学家呢，就是千辛万苦的爬到山顶上的时候呢，那么佛教道士呢，佛教大师呢，早已就是在此等候多久了等候多时了我们这个科学家呢，辛辛苦苦的，就是已经爬了一座山就一个到了顶峰的时候，其实原来就是这个佛教大师呢，就是早就在这里已经等候了就这个意思呢，确实是很深深就需要值得年轻的，尤其是特别信仰科学的这些这个怎么说就是智者们智者们呢，就是需要值得这个探究。尤其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科学佛教的内心科学呢，应该在任何一个科学家呢，就是其实是没有这个开启过的。那这一点我本人而言呢，我虽然不是科学家，但是呢我对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呢，就是可以说用了大量的时间也翻阅过也对这个佛教的这个前进文论呢，就是不说大话也翻阅过一些。进行对比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对这个佛陀的智慧呢升起就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我认为只是我的这个信心呢不是迷信，不是现在在社会上有些人说了一样，看一本佛经呢就是认为是迷信。其实你这样的这种判断呢才是真正的迷信。为什么这么多的科学家，这么多的这些智者们，他们都是没有以蔑视的眼光来对待，而你凭什么样的这个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智慧能这个推翻就是这样的非常深层的这个宗教的理论体系
就像我们这个心理科学呢，就是在这个国际上也好，在这个西方国家的话呢，就非常的这个重视啊，就获取非常的重视。你们都知道啊，在这个西方来讲呢，就是这个心理科学家荣格啊，应该说是他的思想呢，就是不低于就是当时的这个弗洛伊德。在西方的到目前为止，许许多多的这个心理学家和这个科学家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思想是无常的，这个有无常的这种无与伦比的一个评价。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当时把这个西藏度往集呢当作是自己的，就是每天的这个像功课一样啊，一直呢多年以来啊，就有些历史上面说的是几十年。几十年当中的话，那就是他一直就是贴在身体，然后给很多朋友呢，就是介绍的时候，我最好的这个朋友，最忠诚的朋友呢，就是西藏度王经啊，西藏度王经。那么他最后就是这个离开的时候呢，就是据说啊，就是那天我遇到一个剑桥大学的一个朋友啊，就是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他们都有家喻户晓的，就是这样的，这个英国那边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他当时离开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女儿说，我现在这个现有的这些包括他的一些梦幻啊，就是对这个西藏度王经当就是有些谈论的这些书呢，过了五十年以后呢，你们才可以出版，否则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人们不一定能接受。我想是他很有远见的，因为在五十年前的这个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包括当时的欧洲也好，当时这个西方国家的话呢，并没有像东西方文化就是和平的这个今天那样，就是具有这个包容和自由开放性的这个状态，就并没有。所以他也知道，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应该这个东方的宗教啊，就是在这个西方呢，就是会遍地开花。在那个时候呢，包括他对的这个梦境和他西藏度王经当中就是所讲的梦光明和死亡的一些各种拼死呢，他完全是就是可以验证过来的，可以印证过来的啊。所以我想在我们这个藏地来讲呢，就是西藏度王经呢，就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家家户户都是就是具有它的非常浓厚的思想，已经传入到人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言行当中。应该说是它并不是非要是一种宗教活动，就是应该在一种这个平时的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生活当中。可是我们很多的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的话呢，就是把它当作一种要么是它是一种这个宗教的这个活动，要么呢就是认为是它是一种比较这个奇怪的这种行为来对待啊，就是这样对待。所以我想呢首先就是要说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的这些智者，许许多多的这些科学家呢，他们对这个佛教和宗教的这种这个态度呢，就是并不是现在的有些人的这种这个傲慢的这个心态啊，就这方面需要就是进行这个思考。然后我想那个在进行说呢，我们因为这个生命呢实际上确实每个众生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是延续不断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人死了以后就是或灭了，或者是灯灭了，或熄了，睡干了，就是灰尘被风吹走了一样，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众生呢，都有一直不断的这种这个生命。这种生命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和心识。就是身体和心识，而身体呢也分一个粗大的身体和细微的身体，而我们的心识呢也是粗大的心识和细微的心识。那么粗大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最后会灭掉的。我们从化学的角度讲，也是滴水后风
啊，就现在很多科学家，原来15世纪之前的话呢，我们说人的身体是四大构成的，很多人都觉得是不可能的。后来15世纪以后，就是得称呢，就是确实人体呢，就是还是有这个风和水的这种成分元素啊，就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管是科学还是宗教，都认为是这个四大呢，就是人的这种身体之组成了。它最后的话呢，就是会灭尽的。那么最后变成什么样呢？就是最后变成一种细微的，佛教里面叫做是在叫做一幻身。一幻身呢，相当于是我们梦中啊，就自己觉得是自己到哪里去了，实际上那个时候自己也确实有这个身体啊，就是有一种轻飘飘的身体，但是那种身体跟那个我们现在的肉身呢，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这个叫做是，这个一幻身啊，这叫做也叫做细微的身体。然后我们的这个信识呢，就是初大的，就具有眼识、耳识、鼻识的这样的信识呢，就是慢慢变成一个细微的这个阿赖耶识，这叫做细微的意识。这种细微的意识呢，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就是在扭转，在扭转。那么这个扭转呢，实际上在这个十轮金刚，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四轮金刚，四轮金刚当中呢，就讲到了，就是他的这个信识呢，就是这么延续这个下去，这叫做是细微的这种意识是一直是存在的。啊，我这辈子变成人，下辈子变成牦牛，再下辈子变成什么什么，就是整个这种延续，也有这么一个延续是的确是存在的。那么它的存在呢，当然是并不是你眼睛就是能看得见的，也并不是你耳朵能听得到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不叫新的奥秘，就是很简单的。那么它的这种存在呢，就是通过这个，要么是一种推理论证啊来进行这个推断，或者呢，我们这个人的前世后世存在呢，就是现在人们所讲到的，很多人这个会议自己的这个前世啊，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出窍灵魂的这种方法呢，这个可以印证，或者呢，就是现在这个西方国家就是特别成功的一些濒死试验啊，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都可以成立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推理的话呢，就是必须要借助这个阴明学啊，阴明学里面呢，尤其是在这个发乘轮时的释量论，释量论当中就讲了，就是人，就是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它有一种这个明心的这个信识，明心的信识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延续下去，下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足阴。它的这个光明的这种这个相续呢，就是是不可能就是转移啊，就不可能转移，所以必定会是这个产生的。以这种推理，当然这个推理呢，可能你学起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稍微有点难，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是非常完整的一种推理方法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哲学的这种辩论啊，哲学的这种分析能力比较强的人呢，就是最好是看这个释量论啊，还有呢量力暴增论，还有呢就是中观的一些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是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抉择啊，就抉择呢，在你观察的过程当中，最后呢你完全明白啊。就是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心呢，就是它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这个断灭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有无清法呢，就像是这个灯泡是本来是明净的东西，但是你吹灰了以后就马上就没有了，黑暗了。但是这个是无知方面的，可是这个心呢，就是完全是不等同的啊。无知和精神呢，就是这个相续不相同的。但这样的这种推理方法呢，就是在阴冥当中特别丰富的，有这个颠扑不破的一些这个真理。啊，就这是一种方式啊，一种方式来这样成立。当然，这个是比较难一点，但是你要如果去真的去研究的话呢，你肯定要就是通过比较复杂的一种途径来进行这个下手，否则呢你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一天两天呢来这个看一两本书，断章取义啊，就说是佛教说又是不可能成立的。
我想恐怕不那么简单了啊，虽然你可能很聪明，就是，但不一定那么简单了。所以你跟一个佛教大师，就是真正通过隐敏或者是通过推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最后你不一定是有这个真正的推断能力。就是所以说，我们啊，这是这个一种方法，那就是希望呢啊，就真正从理论上了解的话呢，要这个。隐敏和这个综管里面呢，就是开始这个进行这个学习和研究，然后呢就可以得出就是他的这个结论。还有一个呢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呢，让自己的这个会意自己的这个前世，这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利的这个依据。啊，就是有理的依据，因为你自己真正是能想起来你自己前世是什么样的话呢，这是谁也就是无法否认的。就像我想起了我昨天的事情的话呢，别人说你在胡说八道，但实际上我已经清清楚楚地想起了昨天的事，所以别人不信呢，就是别人的事情。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十地经里面呢都有这个明确的就是说明说是这个人呢 就是有这个会议这个一识的，会议二识的，会议三识的，会议这个无量劫以前的啊，就是能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无量劫以前的，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最好的一种方法。当然这个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个会议的，因为过了这个如台啊，就经过这个如台以后的话呢，就是专门有一种障碍，就是这叫做胎障。这个胎障呢，就是制蔽了我们的这个记性，所以大多数的人呢，就是不可能会意的。但极少数的人呢，就是他有这个前世的一些禅定的这个能力，还有呢，就是有特殊的这些因缘的话呢，那么他就完全能这个清楚的会议啊，就是会议。那么这样的这种会议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指唯一的我们这个学佛以后才有啊，就是其他人没有，不是这样的。以前我看过一个美国啊，就是维吉尼亚大学的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史蒂文博士。啊，就是史蒂文博士。那么当时史蒂文博士呢，就是他经过40年的这个潜心研究啊。我觉得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对一个道理要告动的话，那就像西方的有些这个专业性特别强的人所做的一样，就是一定要这样研究。他经过几十年的这个潜心研究呢，他就找到了世界各国的能会意前世的人呢，就是2000多个案例啊，就是找到了2000多个案例。那么其中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前世啊，会忆的特别清楚的呢，就是有这个二十多位这个案例。那么他就是做成一本书，就是这个前世后世的这样的做成一本书。那么他所选书的每一个公案的话呢，每一个这种案例的话呢，就是都有这个事件呐、人物啊，还有这个地点呐、就是清清楚楚的描述。就清清楚楚的描述，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一个的否认的话，那就是恐怕这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想呢，这个回忆这个前世啊，回忆前世呢，实际上是这是非常这个现实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藏地的话呢，有些那个高僧大德就是从他的这个传记当中的话呢，他真正能这个回忆自己的这个前世的。比如说我的这个上师就是法王如意宝净灭本座啊，他呢就是经常在这个传法的过程当中呢，在莲花生大师时期的就是一些经历呢，就是当时莲花生大师的时期呢，就是他的名字叫做是相目金刚啊，就是相目金刚。那么他呢就是多次的是到了一些地方的时候呢，就想起了自己的这个前世。我记得有一次的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藏地的一个就是道府的一个地方啊，就是道府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讲那个也是六中引法，就是西藏东王经的一部分。那么他讲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莲花生大师是怎么讲这整个过程啊，就是全部一边讲一边呢，就上师就是感到非常悲伤的这个样子啊，就说起来，
就是前世的所有的这个经历，就是一边就是说着，一边呢，当时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宣讲的时候的，就是身边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但现在呢，就是已经时过境迁了，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一边就是讲，一边呢就是开始流泪。我像是像他那样，就是对佛教事业有具有如此大的贡献的人，就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时候，顺便说王语，眼里流下泪水呢，就是没有那么没有这种现象。有一次上次到那个藏地第一座寺院，就是桑义寺啊，在桑义寺的时候呢，也是当时就想起了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这传述这个整个这个教法的整个过程呢，就是全部都是历历在现的。啊，一边就是讲起来这个，就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一边呢，就是也是就是显得非常的这个伤痛，而这个视线流泪。所以这是我们亲眼就是看见的一些事实啊，就亲眼看见的事实。那么通过这样的还有上师呢，就是经常讲，就是在有些这个前世的话呢，就像坐着一样，就是清清楚楚啊，就是对有些大德来讲呢，就是也是这样的。还有我们在我这个读佛学院的就是旁边的有一个地方啊，就是也是一个小女孩呢，就是大概是她五六岁之前呢，她自己的所有的这个生前的这些事实呢，全部就是回忆的清清楚楚，而且呢，他们根本不知道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她自己就是她就讲了之后的话呢，就是结果就全部是对好这个如昨的。那么这些都事实，应该说是完全是这个事实，就这种事实面前的话呢，就是就没办法。以前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有一个文学叫做是那个狄更斯吧，就是我们在这个科学当中就课本当中也是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那么他也是完全能这个想起来自己就是前世是被这个别人冒杀的这种这个经历啊，就是被别人冒杀的这个经历啊，就是也是可能有些就是看过他的这个故事。像他这样的这个文学家呢，就是我觉得是不可能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哄别人或者是吹牛。还有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文学家，叫做是这个叫楞肃啊，就是楞肃，我好像以前在这个佛教科学还是在那个论点当中是用过的。那么他呢，就是能回忆起这个无数的这种自己的这个岁月，有时候呢就是他当过这个国王，有时候呢就是当过这个妇女，有时候呢就是当过这个仆人，有时候呢就是当过这个其他的。那么所有的整个这些经历的话呢，就是他就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而且让这个会议就是非常这个清晰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就是也应该不能就是顺便这个忽略，或者说是你这个没有任何的道理呢，就是就否认这个后世的这个存在啊，就包括这个苏东坡的话呢，他前世是这个出家，就是叫这个结法师阿师呀，就是还有很多这个孙子皇帝啊，就是从他们的这个这些道歌当中的话呢，就是知道是前世是怎么样这个编出来的啊，就编出来的。你看到这个榆林过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是他这里带有一些这个故事性的情节，但实际上呢，就是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这种这个历史啊，就非常正确的历史。所以呢，我想我们就是在座的人呢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前世后世到底有没有这个到底存不存在，就是带有一些怀疑的话呢，最好是要看一些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书以前那个慈政卢竹堪布就是专门写了一本这个前世今生论，然后我看了之后呢，就是觉得非常好因为他从那个科学界和宗教佛教就是从两个层面来就是进行分析过，分析以后呢就非常这个具有这个说服力，因此我就花了一定的时间，大概可能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是把它翻译出来了。翻译出来以后呢，我跟我们的学员的这些人呢，就是也讲了一遍。讲完了以后的话呢，我在这个很多知识分子面前的说了，你们看有没有这个现在有推翻的能力啊？有推翻的能力的话，那就是你们可以站出来说，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就是互相都开始这个
尊敬啊，就是该尊敬的时候可以尊敬，但是在世事面前呢，我们是义理服人，就是并不是是你因为是啊是这是佛陀说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尊重。哦，这是基督说的，不得不尊重。哦，这是上师说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这要是经得起这种这个考验，经得起这个观察的话呢，这就是真理。就佛陀也是一直坚持这种观点。那么，当我们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的这个心里面呢就真正是参僧呢就是参僧这种这个前世和世存在的定界啊，就我自己就是感觉是这样的啊，就是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对这前世今生真的有一些这个怀疑，或者是觉得是不可能的话呢，你最好是这个系统的学习这部论点，以后呢就是再反观自己，看有没有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怀疑啊，就是其他的这个怀疑，包括我们这个西藏生死之书啊，西藏生死之书呢，原来93年的时候我去过法国，当时那个跟那个索加仁波切也是沟通过啊，就是当时他的这个书呢，就是还没有翻译成那个中文啊，就是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他就准备就是翻译，就是然后他正在当时呢，就是他原来是这个是用英文写的，因为索加仁波切的这个英文水平很不错的，就是他是用英文写的，然后他刚开始呢，就是说让我那个翻译那个西藏生死之书，我说我一方面水平不够，一方面也时间特别紧，就恐怕没办法，最好是你还是找一个比较出名的人来翻译。然后那个后来就是他找那个台湾的那个什么郑振煌教授，就是来这个翻译啊，就是当时还有一个西晋的一个堪布呢，就是翻译那个藏文啊，就是翻译藏文，但是这个藏文呢，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当时我看到那个堪布呢，就是翻译到一半了，那个93年的话，你看现在是已经多少年了，18年了。也许他还没有翻完。我有一个那个美国的一个熟悉的人，然后在八年前呢，就经常碰到他的时候，我问他的情况，他说我现在正在写两本书，正在写两本书。然后那天也有碰到他，就是问他你怎么样？我现在正在写两本书。我说你8年前正在写两本书，你现在还在写这两本书啊？所以那个有时候可能这个人的这种工作啊，就是可能推进的比较慢。那个当时那个西藏生死书呢，他正在翻译这个藏文啊，就翻译成藏文。但是他当时那个英文的那个效果呢，就是非常好啊，就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非常好，而且那个索加仁波切他自己当天刚好那个就是那个他翻成的那个德国的文字德文。就是然后他就译了有好几本书，就是说因为法王当时刚到那边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也喜欢这个观察缘起，他说我觉得是今天是缘起非常好啊，就是法王如意宝也是来到我的道场，然后我的这个西藏真实之书呢我有一个这个英文，就今天就刚好就是翻成这个德文呢，就是供养一半，就是然后这个给我一半，给法王一半，但是我也不懂德文的，哦，好好好，就放在钉上，就放在旁边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当时他自己呢就是就说的是什么呢？他觉得是现在西方啊，就很多人呢，虽然这个相信就是因和果存在，但是真正的这个后世存在的道理和对这个死亡的这种面对呢，还是是知识很差的。应该做了这本书以后呢，希望就是能起到一些就是进一步的就是更高的就是提升，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死之观啊，就是生死之观啊。所以在后来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西方呢也是对这个生死问题方面呢有着这个新的这个认识啊，就是有着这个新的认识。所以我想呢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啊，大家都对生死这么重大的这个问题呢千万不能这个就忽视啊，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何时不存在的话，倒是我都经常这样想啊，我们就可以这样这个懈怠的，或者今生就是得过且过，已经尿完了就无所谓了。但是何时真的存在的话呢？没有积累资粮，真的是太愚笨了。就像一个人呢，如果他明天以后的生活不存在呢，当然今天你睡懒觉啊，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明天以后的生活是确实存在的话呢，那么对你将来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呢，就是没有一定的这个规划呢，就是这可能是一种愚痴之辈啊，愚痴之辈。所以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没有必要就是去经常这个思维啊，就经常思维。然后我们要探讨这样的这种这个前世后世的存在呢，就是其实也并不是佛教就是提倡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所谓这个存在，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应该有时候从这个历史来看的话呢，那么佛教就是不存在的地方呢，这个人呢，就能回忆前世后世的，或者呢，就是能这个信任这个前世后世存在的这样的这个历史和文化呢，一直是这个存在的，包括这个中国包括中国的话呢，比如说佛教还没有这个进入中国，大概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人们就是这个。前世变成这个前世后世的这种可靠的历史啊，应该是有的。比如说，《左传》里面呢，就是讲那个齐公子啊，就是他就是变成这个猪的故事啊，变成这个猪，而这个追赶他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也是很这个清楚的。还有在那个《汉书》啊，就是《汉书》里面呢，也是讲到了。就是这个赵王啊，就是赵王如意呢，就是本来被这个吕后就是在15岁的时候就是暗杀就是杀害的，杀害之后呢，就是最后变成了苍犬，然后呢就是扑向他的这个故事啊。还有在这个晋书里面的话呢，也有比如说这个宋氏宗母呢，就是变成这个水生动物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些故事呢，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说你一说前世后世的话呢，是不是你们这佛教在搞迷信呢？有些人一说起来这种这个语言呢，就是指的是相当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水平的这个语言呢，就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这个公正的客观的立场上分析真理，这就是佛教饮食史极为这个提倡的。因此我们像一般这个这个佛教的这个生死观呢，就是当然是非常深深的就非常这个深深的我以前呢看过有一个叫做是那个雷曼博士吧，就雷曼博士就是他的一个这个文章里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人类呢就是有一种这个非物质的这个心识的力量来这个影响就是物质的这个变化。这句话呢，就是后来很多科学家和这个宗教界这个引起这个注意，通过他的这个分析和观察呢，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只认为很多都是这个物质就是第一性，认为这个物质呢就是可以就是创造就是一切。可是后来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万法唯心造。就是万法唯心叫三界呢，就是由这个心识而这个造成的。那么这样的这种理论呢，就是非常这个温和的。除了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肉身以外呢，还生生世世不断的延续下去的有一种这个细微的这样的这种心识细微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心识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力量，就是这种力量呢，当然这个作为一些科学家。就是作为一些科学家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他们就是再也没办法描述因为科学界呢，就是其实以观察或者是分析性的这个领域的时候呢，就是是一片这个苍白就是一片空白。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思想的这种这个战略目标的话呢，就是其实并不是这个心识大多数都是这个物质
物质也是通过各种的这个仪，是用一些仪器来进行探测，去进行这个观察。就所以，对于这个物质世界来讲呢，应该是科学家就是对这个人类是有着这个巨大的这个贡献的。而对心理来讲呢，我想是很多的这种这个学者啊，其实是并没有就是进入这个宗教的这种领域。如果按照这个佛教的这种观察，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唯识论，或者说俱识论，或者是阿毗达摩，或者说啊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华严经和法华经的精神来就是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很容易明白啊，就是这个众生的这个心态和包括这个烦恼啊，就是智慧啊，各方面的这个心态。我以前在这个学校里面读这个心理学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问题的是一直困扰着我。跟这个老师呢，就是经常有时候是请教，有时候是辩论。好多心理学的老师呢，对我也有不满的。当时呢，就是有些老师认为是就是是我对他呢就是故意刁难，就是故意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有些迷惑呢，就是实在是解不开啊，就是实在解不开。啊，听说现在的有些我心理学的老师只是对我有这个蛮大的意见的，但是后来我确实是遇到了这个佛教的一些大乘这个论点的关于这个性方面的一些这个探索啊，就是包括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密法，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教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就豁然开朗，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得到了自己需要所照的这种真理啊，就是原来都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这个理论呢，就是其实再怎么样宣说也是这个盲人摸大象一样的，就是一直是找不到真正的这个力量啊，就是一直找不到真正的方向。所以我记得原来有一个这个物理学家，就是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个诺贝尔这个奖的啊，叫做是这个贝莱恩这个博士啊，贝莱恩博士，他呢就是说这个自己每天都是在这个参学的过程当中，他最后发现了这个心识和这个心识的这种力量。通过心识的力量，后来呢，就是他就是得出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发明的时候呢，他自己觉得是自己的参学呢，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起到了就是不可估量的这个作用啊。我非常这个就是相信他呢，就是通过一种这个参学啊，真正是对自己的这个心的奥秘啊，好，对自己的心的这种本来面目呢，就是有所认识。在这样的时候，人的这个心呢，就是一旦就是获得掌握的时候呢，在这个外境也好，对你的这种朋友或者是对你的这个学术的这个探索当当各方面的话呢，应该是有一种这个运用自如的这个感觉啊。当一旦你没有就是认识或者是没有掌握最关键的这个根本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在外面呢就是口头上是怎么样天花乱坠，实际上呢还是抓不到就是最根本的这个重点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些这个参学的一些就是这个大学生呢，就是特别需要就是要观察你的这种这个心，应该是用一些佛教里面的这个窍诀，佛教里面的这个教言呢，就是有时候是观察自己的这个烦恼啊。当你通过这个佛教的教你来观察的时候，确实这种疏忽呢，我们不说来世，就是今生当中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呢，那就是应该是就是有着很大不同的这个变化啊。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啊，就是通过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学习佛法以后的话呢，就是原来自己是心态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糟糕的。有些人呢，就是在感情问题上、在工作问题上、家庭问题上，准备就是自杀的啊，准备自杀的。但后来呢，就是学习这个佛法之后的话呢，就是的确是已经这个很多人从中呢，就是已经这个解脱出来的。我包括这次出来的时候的，我遇到了4个人啊，他们都说我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准备自杀的，我都觉得是很奇怪，就是很多人都是准备自杀，就准备自杀的。但后来呢，有一个人是他的孩子呢，
就是在澳大利亚，就是这个流血，就是然后后来就是突然撞车啊，就是然后变成植物人，然后他一个人照顾呢，就是在他两母子的这个生活非常这个痛苦啊，后来就是准备去自杀，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遇到了佛法，然后现在呢，就是虽然这个孩子呢还是是这个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母亲的心呢，就是还是很开心的，就是觉得是这个这是一种这个因缘，就这是他完全就是让明白就是这种这个事例。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是这个因为婚姻的这个原因；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因为这个工作和还有就是他跟爷爷其他的一些复杂的这个问题想不开；就是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有一些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秘密的原因，就是然后呢，就是自己秘密不能说。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确实是就像中观四百论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欲知这个苦大海啊，就是欲知苦大海，毕竟这个无边际啊，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凡夫层就是层次中，云何就是不甚微啊，就是中观四百论里面就是有这么，我们沉溺在这样的一个大海当中的时候呢，就苦海当中的时候呢，为什么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凡夫人不害怕啊，就是不承认前世后世的人呢，他觉得是很美好，就是很开心，就是但是当你真正就是轮回的这种各种的幻变呢，就是在你的身上一幕一幕的这个体现的时候呢，恐怕就是不一定是觉得是如此的这种这个快乐。还有在佛经当中呢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三界众生呢就是轮回六趣入什么这个炫惑论啊，就是入这个炫惑论，就是佛应该在那个观三摩经当中讲的吧。从这些这个教理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了，就是众生沉溺在这样的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其实是真的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开心。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寄生死变成人，就是下一辈子呢变成这个旁生啊，当当就是一直是这样这个扭转。这样的扭转呢，就是的确也是存在。有一次我看那个这个中阿含经呢，就中阿含经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度体的这个供案，就是当时我那个就是见到以后呢，就是对这个轮回啊，就是产生极大的这个厌离心。其实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供案，但是呢，我想我们的这个众生所作所为呢，就是一须也确实是如此啊。当时佛陀去这个华园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家呢，就是主人已经出去了，然后他进了那个家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狗啊，就这个白色的狗呢，就是他是在这个各种珍宝铸成的这个床上就是睡着的，然后对他的待遇是很高的，就是对他的这个食物呢，就是由一个金子做成的碗里面就是给他就是供那个供食物，然后那个小狗的话呢，就是就开始下来，就是往那个佛陀的方向呢，就是开始狂吠，就是狂叫。狂叫的时候呢，就是佛陀看见他的情景之后呢，生起极大的悲悯心呢，说是你怎么对我就是如此啊？实际上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是原来是这个具有一定的财富的一个这个主人啊，那你今天自己的是变成这个这样的狗呢，你就自己的不羞耻，就是还叫我就怎么样。当佛陀的这个话音刚落，就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就是然后这个白色的狗呢，就是闷不乐啊，就是一直是就是在不吃不睡，就是在那里就是一直盘旋着。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就会金色了，然后呢，就是他的主人回来了。他的主人回来了以后呢，就是非常不高兴啊，非常不高兴，说是我这个可爱的狗啊，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是变成这样的？后来家人呢，就是说今天就是佛陀来了，就是不。他就讲了一些话以后呢，就是变成这样。后来，这位施主呢，就是往这个佛陀的方向，就是去啊，就是想告诉这个佛陀，你为什么我的这个狗呢，就是今天搞成这样的，特别不可爱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出名苦脸的。佛陀就说啊，你不要这么说，其实这个狗呢，就是你那个你的父亲的这个转世，你的这个父亲呢，就是当时是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傲慢的这个烦恼就是激起的这个强烈，以这样的这个原因呢，而且对自己的家人呢也如此如此的这个淡着啊，如此如此的淡着，这样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精神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垢。当时这个施主呢就是确实不相信，他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其实他还有很多的秘密，就是你就回去就是告诉他，就是我们家里面还有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如果有金银财宝就是让他指点，就是挖出来。然后就是这个施主呢，就是觉得是这是一个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他回去之后呢，就是问，就是这个姑啊，就是说是你是不是我这个父亲的转世？他答应都就是。然后他问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就是还有是不是很多金银宝这个财宝呢？就是藏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孝姑呢，就是就去在那个地方用这个爪子来开始挖，就是最后呢，就是他们挖出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这个宝藏啊，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施主啊，就是百分之百的已经这个信任了。然后他对这个轮回就是升起极大的严厉心。然后当时请这个佛陀，佛陀呢就是也给他就是讲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前世杀生的话呢，就是今生当中是断命的；前世这个放生呢，就是今生当中呢就是让这个长寿啊，就是前世布施呢就是今生当中就是让这个获得财富；前世这个吝啬呢，就是今生当中就是变成这个。贫穷，如果前世呢就是造这个善业的话，那就今生当中的善行就是越来越增长；前世如果造恶业的话呢，今生当中的恶的分别量越来越多啊。我们有些居士经常说，我的恶分别量太多了，我的这个恶行太重了，就是这个是肯定是跟你的前世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你今生也是造的善业比较多的话呢，你的来世呢就是肯定是就是善行做的很方便，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就可以。做出来，所以当时佛陀就是讲了这些法之后呢，就是这位施主呢，就是也是这个种下善根，就是后来就是得以这个解脱。所以这个公案是一般是一个不信佛教的人来看，可能是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实际上是确实也不是。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把判着这个神话，就如果你判着神话的话，那确实你的可能付出代价的啊，就是美国人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觉得很多事情是这个神话的，但后来呢，有一个人。写了一个与天堂对话，就是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其实这个与天堂对话的这里面的话呢，有特别多的这个案例啊，就有特别多的案例。这些特别多的案例呢，就是全部都是与这个有些是躲在地狱里面，有些是在这个其他世界当中。那么这个人呢，有通过不同的一种这个力量，禅定力量呢，就是然后就与这个王子跟那个或者呢，就是开始去进行沟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不相信，但不相信后来呢，他就通过各种方法呢然后让他们就是这个相信了。最后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家人和他之间的就是最秘密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让他说出来了啊，让他说出来了。最后呢，就是他们都不得不信，就是所以这个是应该这个在这个西方来讲是这个还是很轰动的，就是可以我们应该就是多看一下一些时候。还听说在上海就是3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国人呢，就是他也是通过这个以一种幻混的这个形式来就是对活人这个对话的一些真实的公案呢。包括我们在西藏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幻混师，而这个幻混师呢，就是到了这个中阴界，然后呢中阴界就对这个王者的这种预言呢，就是告诉这个活人了，那么在这个7天当中呢，就是就死去了，然后就是恢复过来。当然，这样的这个事例呢，确实也是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个别人呢也有一些假的，就是这个是很难排除的。有些是没有这种境界，自己呢就是也有一些假的。但是确实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真的这样的这个事例呢，是相当多的。因此，我像我们很多的尤其是在大学里面的一些这个学生啊，就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怎么说啊，就是对这个生活呢就是充满这个信心啊，就是好像觉得是你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就是马上要这个进入天堂那样的这个感觉。但我希望你们还是思想上应该做好准备，其实在这个社会呢就是并不是那么这个魅力啊，就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你真正是离开这个校园，就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可能特别会意你原来这个学生时代的这种优
显自在这个或者淳朴的这种这个圣化。当你真正这个面对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呢，哦，原来是在自己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种人来的话，那就是就没办法，好像真的是天要垮下来了，就是地要真的已经裂开了，好像在你的境界当中呢，马上要变成这个二零幺二的整个这个电影的现象呢，就是出来了那样的这个感觉，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有些这个大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就其实有一种这个信仰啊，就是有一种信仰的话呢，就是至少也是自己的思想呢，就是有一个寄托啊。否则的话呢，你人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包括以前有一定的名气的这些人，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自己的是无依无靠的，就是极其孤独的，很那个。就是这种凄凉的、凄惨的，就是这样的这种状态当中呢，就是度过自己的晚年也是很可悲的。所以我想呢，我们每个人就是应该有一种这个思想上呢，就是有着这个信仰，面对这个生活，面对生活呢，就是不能就是眼前的这个树木春光，就是一定要就是站得高，就是看得远。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宗教，尤其是我认为就是佛教的这个智慧呢，看待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看待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看待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伦道德，这样的时候呢，自己好像是在那个佛陀的智慧之下的话呢，我们所有的这些知识理念呢，就是显得特别的渺小。我都经常看过很多的说是这个书是如何如何出名的，让我看了看了以后的话呢，哦，其实原来就是佛陀的确实在这个某种经典里面就是说的一样的啊，就现在很多出名的书啊，就好多出名的书，我就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我是这个出家人，但是我一听说是这个书是特别出名的话，那我有一种信心，就是我一定要看一遍。我看了刚刚最后呢，就是还是有点失望，就是啊，其实原来这种道理是在应该在这个佛教的什么什么这个经里面是有所描述的，就是这不是我否认事实，就是我们一般这个佛教当中讲的话呢，就是要称理，这个承认真理，就是真理是无论是佛教的观点当中，还是其他宗教也好，非宗教也好，真理是人和人也是什么没办法就是推翻的。但是在这种这个真理为准的精心观察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确实对这个佛陀的智慧呢，就是越来越这个深信这个不疑啊，就越来越深信不疑。所以说呢，我们的在座的这些这个智者们呢，智者们呢，就是也应该去这个加以这个分析啊，就是加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呢，就是去观察啊，就是那么我想今天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跟大家沟通的道理呢，就是就这些内容，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应该懂得了这个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这个前世后世的这个存在，并且呢对这个未来世呢这个生生死死呢，就是获得这个快乐，而这个积累呢，就是这个功德资粮啊，就是就最后就是愿望就是获得之道啊，就是前往这个获得之道。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我想就是我们今天是那个应该是14号，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日本呢，就是出现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罕见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天灾人祸，什么这个九级地震啊，海啸啊，还有这个火山爆发啊，这个核的这个泄露啊，等等等，我看到电视的这个画面之后的话，那就是心里还是很悲伤的
虽然你们可能南京人呢，就是对，日本从历史上看就是有一些怨恨，就是怨恨。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学习大乘佛教的，学习大乘佛教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不管是任何一种痛苦，就是在自己感受，自己如果在当场就是卷在这种波浪当中，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种恐惧、这种痛苦，包括一些亡人的这种生前的时候造各种各样的恶业，现在离开就是变成中阴身，诸如此类的很多的道理，就是越来越反思的时候呢，他们很可怜，就是所以，我们呢，这个希望啊，就是大家共同念一些这个，观音心咒啊，就是我们一起念100遍这个观音心咒来，回向给这些所有的这个盂兰章死亡的和还有这个正在感受痛苦的这些众生。嗡嘛呢叭咪嗡嘛呢叭咪，大家一起念嗡嘛呢叭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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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呢叭咪吽。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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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好，谢谢大家。